500万，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宏地产有限公司、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LP 球杆、野豹台球杆、Furry 威力球杆、奥秘台球杆、皮尔利球杆、Ports 波茨杆、塞纳格酒店公寓管理辽宁有限公司、营口鲅鱼湾魔法温泉公园、英国视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塞克斯桥粉、小麦皮头、镇红胶边、葡萄酒店管理辽宁有限公司、蹭个够商城、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九万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塞纳河畔乔氏杯2022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鲅鱼圈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12组第一场比赛，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一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李俊熙、白云鹏。三号台裁判员周玉杰，运动员赵瑞欣、金鑫。五号台裁判员赵文静，运动员谷雨鹏、孔德京。六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杨帆、祖贤义。七号台裁判员王锦一，运动员刘鑫、徐子淳。十一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运动员崔健、曲爱佳。十三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李鑫、孟凡宇。十五号台裁判员于梅子，运动员米勒、冯泽元。TV 台裁判员李勇，记录裁判员杜月、巩一航，运动员赵汝亮、孔维利。现在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客气选择权，预备，三，听我口令，同时出杆。三、二、一，开始。孔维利获得开局选择权。欢迎大家收看塞纳河畔乔氏杯2022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鲅鱼圈站啊，这是我们鲅鱼圈的第二站的甲级分站赛啊。对，左边赵汝亮，右边孔维利。孔维利。本场的主裁是李勇，抢失一，120分钟限时。平速呢还是张庆勇和苏清源。对。比赛开始，第一局孔维利开球。
左中打进花色，右上还有一颗啊。从这个方向来看呢，正常用中高杆去转顶库下来，继续可以调右边中带的十一。抓了一个左塞的这样的一个交位啊，这个白球位一样还是十一。看左下啊，十号，十秒，低杆带了一下，带一下的话，这个球九号角度太大了，想叫十五的话得打底带，还要看够与不够啊。强保了一杆，这半个白球六号可以打。看能不能稍微带点低杆啊，从这个或者轻轻一推弹起，先把黄一叫到。缝隙里边叫，对，这五号中带一打，悬框，展开了。这个球打的厚的有点多啊，而且这个九号的左下角是够下的。提高杆，右塞给挂一点点，叫左中。第一局，孔威利胜，比分1-0。
第二局赵汝良开球。右边中带两个人都失误，十秒延时。左下十二可以进攻，五号球上方那颗花侧，左边中袋应该也没有被挡。可以先白球往上做一杆防守，把二打活。先发力，把左边带带一带。这球差的有点多。
哎，这个位置是不错啊。左下我看要不考虑一杆，因为这个二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孔文丽是本地选手啊，本地选手，对，之前参加过大学生的比赛，他以前就读在这个大连艺术学院啊，他经常参加沈阳啊周边的这些比赛。拿到过这个沈阳市的大学生比赛的冠军，有一定的能力，那水平还是不错。嗯，台球不好，嗯，红三，那这种就是挑红三，然后低杆横向，或者是这个用高杆走两库，再叫一个六 K 左边五，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啊，就是看你是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是有向上角度，要带的话这根球要发力啊，动边库往上。还是想 K， 这个第一意识在脑海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然反应，所以说前面他直接一个特别好的五号底带他都没打，这就是惯性思维。反向翻中嘛，轻推一杆，这到这儿意义不大。看有没有一杆比较好的准度啊，十秒，可以。第二局，孔威力胜，比分2-0。
第三局，孔维利开球。球开不错，右上黄衣，左上二号下来，五右边中带，再往下的时候，这个三的左边六左四右啊，这两侧底带位置还不错，很顺的一个方向跟角度，而且如果能先调到这个三四中间的六的左下角是最好。看看这个方向，一点点向下，中高杆轻推下来，直取六号左下。四条吧，最安全。十秒，第三局，孔维利胜，比分3-0，开局清场。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赵汝亮开球。Mm-hmm.
10秒。右下方这个五号没有很好的去动这个左边十二的角度，所以先调了一杆左边的中带，因为现在六号的左下右下都被挡住，金带的范围比较狭窄。还是要左边中带调整这个最难受的六号球。10秒，也是推高杆，看这个角度，立杆尾，就是先不着急动这个十一，想去先动十，哇，这条线落袋，自由球。摆点角度，让白球出来，然后七传四。哎，这得小心点儿。这犯规，摆自由球犯规的已经是不止一个了。很多了。传完刚好啊，左边两个中带，对，我争取比如说我留两个，打六上去，打七下来，然后三二下来。
第四局，昆威力胜，比分4-0。第五局，昆威力开球。开球有球进，白球位置有点难受，旁边的七号封住了最近的左边的中带，只能突击远线。从整个出杆往手上一搭，哎，这弓架挺稳的，哎，这条直线就已经出来了。虽然以前参加大学生的比赛，感觉孔维利还是受过高人的这种点拨，对，不是一个纯的野路子啊，并不是。啊，目前看他的抗压能力还不错，对，并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常见那种碰到这个职业比较顶尖的球员，哎，一上来可能头两盘打不错，第三盘、第四盘走下坡路了，主动的自己就。有链嘛，像我们经常说的，自己给自己打不会，不敢赢了。有球。而且在辽宁的这个沈阳啊这一片地区，包括大连呢、营口，这个比较强球员也非常多。对。然后有很多不错的这个教练。还是带着低杆啊，视频跟往下走。这出了这个山海关，这我觉得能来参赛的都不软。你还说他还真是，而且前面你还提到一个这个大学生联赛是吧？在这个大学时代，其实打台球这一批就已经算是基本上步入社会了。对。也有时间呢，我现在的学校里面都有台球社，哎，还真是，对吧？什么跆拳道的，台球的，嗯，对吧？什么这个钢琴啊等等，音乐的，对吧？叫钟一推就好了。第五局，昆威力胜，比分5-0，开球清谈。
第六局赵汝亮开球。开局有点让人没有办法去意料到，这个0-5，还是赵汝亮啊？对，还是咱们的这个新进这两年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球员，而且这个前面的比赛啊，也是拿过这些这个战赛啊、超级分站赛啊、球员锦标赛的冠军。那这回咱们的第二阶段的，也就是第二场的甲级分站赛，从一上来就是抢11了，嗯，啊，不是以前的抢7了，所以说给选手们调整机会就多了。抢11其实长局制对于实力非常强的球员来说优势更大一点。对，你慢热型的，你这个抢11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的。转局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偶然性，偶然性，比如抢七，抢七的现在你0-5，你真的就不好说你肯定能赢了，而且是轮番的，两个人轮番重球的。而且这种抢七的时候，领先的一方以前可能没想法，眼看要赢的时候，会不会有想法、有画面了？对，有画面了，我能赢赵汝亮。哎，他敢不敢赢的时候，这都是问题。你现在还都双方平，趋于平缓啊，正常。那个对。没感觉到太那个，让自己的这个情绪上有一个提升或者是下降。抢11，这比分一半还没到呢。看到这儿，我估计上一站的这个甲级分站赛的有些球员就在说：“哟，这一上来就抢11了，我这前面我要抢11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输了。”是。第六局赵汝亮胜，比分1-5，开局清谈。正红交边，声音小，弹力大。第七局，昆维利开球。单色，这个3号的左下右下都有。
你现在这个球都有可能都有机会啊，白球从顶库啊下来之后跳三的右下，当然你也可以去叫一，用一右边中带再往左下这边去蹬，去跳三号球的右下。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六白球底球左边库去绕出来，但是拿六绕呢不如直接往左下蹬好控制。反复观察左边是不是左边有机会，咱说了左边也有，就要小心这个向上的趋势，可以叫左下也可以叫右下，控制好向上的力量。嗯，对，还有个十一可以接停，失眠第七局孔维立士比分6-1科学清谈。第八局赵汝良开球。开球时机。请稍等，他开始实际的选择去接档吗？还是请稍等。孔维立就是想打，但是没有跟裁判去沟通啊，这个要稍微说一下。在对手开球时机之后呢，你上来有一个审局的时间，但是你要表态，就是你要自己开，还是继续进攻。
单色这个红三会稍微有点薄啊。这颗球最好效果还是要顶一下十五，但是很难顶，要打特别薄，而且还要带一点点的左侧旋转，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角度。好，这个位置可打二了，看有没有把握，有把握打二推弹起红三向上，要不然还是一个三号往上的时候，最好十五这边可以接停，最差是绕出来。角度有点薄，所以不好绕啊。缝隙会那么巧吗？刚好够近。还别说，这球好像还真挺巧的。从这方向看是有啊。还可以带低杆往上走，十秒延时。对，但是从他这个进攻角度来判断啊，可能会稍稍有点碍眼。跳半颗，又跳了一杆中带，可以。效果还可以，尽量往右边推。看他比量这个位置啊，角度还是稍微有点大，稍微有点大。这个球想调一个七号跟黄一比较正的左中，还是不好调，除非你发力的下第一杆吃顶库再往下。十秒，五，还有一跳，量了一个解球的位置，那就是有机会解中带。看左中啊，七号球，
左上一打，一号上方这一颗往下。赵汝亮在底下都已经想好了。最后九号球留着做八。稍微蹬一点点，第八局赵汝亮胜，比分2-6。谢谢。第九局昆永威力开球，犯规。这杆白球是被其他球撞进了中袋。邂逅自由球。这单色非常不错，非常非常不错。上手看选球啊，对，左边有黄一，黄一打完之后呢，这个五号中袋也可以打。好，白四、白二都可以去提前先去叫一个进攻里面最难的五号，下底杆横向左边。这杆球呢，你稍后一点点都不怕，你可以蹭一点点的这个黄一进。打进之后，这个位置呢，我们这个右上的六也可以做一个选择，没问题。稍微有点犹豫啊，这球位置关键是都挺好的。黄一第一杆回来，
稍微有点够啊，小心马甲，继续低杆，然后有一个中带下来，别个黑八。第九局赵伟两胜，比分3-6。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1分。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正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钢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旧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台球。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伟力，释放你的威力。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无畏魔力，披荆斩棘，10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3层抗压 PC 合金，6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3年，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
方式。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赵汝亮开球。轻轻勾一下十号，问题解开，对，完成任务了。剩下就是给黑班找一个带口。十秒，延时。简单的局中有一些小小的复杂，比分落后，所以特别谨慎。多想一会儿。十秒，五、四。打四，能先叫一个中带黄衣是最好，把黄衣打掉。再看红三是不是能够去右上啊，比如单进或者是借力啊，这个没关系。哎，这么打的话，这就很有可能后面变成一个三号下来了啊。再打一个六，向上看看角度有多大。啊，可以偷带脚，简单交位一推，交黑八这颗稍微有点远，看你要不要钻呢？可以上库啊，上库用这个中高杆去吃顶库，就吃现在这个方向的正上方边库下来。比如说你可以带一点点右塞，增加一些吃库之后向右的角度。第十局，赵汝亮胜，比分4-6，开局清谈。
第十一局，孔威利开球。开球时机。重新开球，第十一局，赵汝亮开球。花色球好选，也就是四号上方这个九。对，十秒。十号一个定杆，十一去找一杆下方这个十三。要带一下。而且这个九，左中带应该是够下的。嗯。角度调舒服了，直接单叫都可以。对。关键是这个角度。哎，看看右边中，哎，有机会可以调啊，在四号球的左边还是可以去打，嗯，就这一个难点。交道啊，交道之后来看这个方向，正常，比如说奔推进的，还是说奔包进的一个借力，嗯，然后上方还有一个带口的十四可以作为过渡啊，后面可以交十五，十五再下来。而且这杆如果说直接借力进的话，也可以给黑八去让一个右中啊。还是不动的，那就上方的十四啊，用一点中低杆左塞轻搓，然后叫一个十五下来，十一跟黑八这边也可以调右边底带，没有问题。
第十一局赵汝亮胜，比分5-6，开局清谈。第十二局，赵汝亮开球。开球时机，赵汝亮两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将拍回一局。请稍等。继续击打。6-1领先后，赵汝亮连追了四局。下方的9跟10啊，能不动最好别动，看看左右两边够不够单打，因为你去碰的话，很有可能这个花色就奔着这个8号这个位置，你的局面更窄，你上方球太多，你就勾了一下9，现在14也难受，9在前面。这么顶其实真不如上去用11的右边中带从右往左往下去顶，下方是安全。立杆位这杆就挺难的，好球。先冲上去啊，上方有11。
正常中杆往上的分离角有一个单色，低杆绕有一个五号，看会不会从顶库左边库啊，左塞直接这么下。左一杆，温柔的那么一放，比赛时间已过半，十秒，犯规。自由球。打五叫三，三 K 四，二六这边看组合，或者现在直接把二六这边打一颗，也是防止这个后面是组合，但不是一个自然角。好，打五下来，然后左边，你看看角度，有可以争取去带一下。再往前稍推一些啊，叫的稍正一点点，然后用低杆至边库再下来，四八这里就看当时的一个角度跟想法了，可以正常的停住，可以把打底带，也可以上库去勾或者顶。先看角度，第十二局，赵汝料胜，比分6-6。谢谢。
第十三局，孔维立开球。就是这一颗右下方，把十四打掉。退弹器就好了，九号也不没有必要去留。如果刚才把九打掉，利用左边中袋上去，十一打完之后，八号就能叫了。那现在还要用九，最后去走八。第十三局，赵如了胜，比分7-6。谢谢。第十四局，赵如亮开球。想以这种大力的炸球来改变一下开球的运气啊，已经两次开球失机了。嗯，
看这个分数孔维利这个表现怎么样，有些时候可能你领先了不会，反倒是落后了会打。看看这个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十一同时也去带一带，并没有，那就是够下。而这个顶级位置怎么瞅都是，对，这个黑色的那个缝隙位置就有点相贴了。但人现在打的他肯定是够的。嗯，咱们不止一次了说过这个顶级位看没有，镜头一换到咱们常规的线路就有了。这就是光线跟角度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咱们这个高度啊。其实我特别这个怀念咱们这个在山海关那个掘金现场的那个顶级。嗯，它可以，哎，它可以一直这个把镜头聚焦的一直到这个类似于有根头发在球身放大都能看得到，但那是固定的一个啊，那个因为全国各地跑嘛，那个设备还不是特别好去安装啊。咱们的场地好，那个并不能要求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场地，对，层高啊，位置，除非是你这个要特别早特别早，比如这比赛前半个月就已经过了一批人专门的去弄这个了，是，对吧，然后把原来那个机器还要拆下来再装上去，然后下一站要提前一段时间再拆下来再装上去。不过能够提供那种画面确实是享受，哎，有没有缝隙，四够非够，够多少，球员摆球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个前三排的紧密程度啊，那个效果太好了。这以前的台球俱乐部只是打球啊，要求场地宽阔，现在随着时代的提升，十秒需要对于场地高度，五，你 TV 台要求更高更专业了，跟足球比赛一样，你就一般的这个足球场旁边带着外围草跑道，它是一个综合体育场，人家有专业足球场，那看台离着这个球场更近。嗯，对，你这正张嘴喊呢，哇，一脚闷过来，啪。专业的足球场确实就没有那个塑胶的跑道，对，它看着更近，你都能听见教练在那骂街啊，在那喊，那种体验是太棒。好，突破了啊！第四局，孔维利胜，比分7-7。谢谢。第十五局，孔维利开球。
开球时机，孔令利两次开球时机，再有一次将判负一局。郭尔进一啊，开球时机，也是两次。继续打。这局面还炸得还可以。苗这边单色六中带，哇，打薄了，因为有一个很强的左侧旋转，所以在这个苗球让点上可能稍稍的差那么一点，还好力量轻，力量轻晃带进。那么看这个位置啊，二号向上，如果能够去登到画面左边，先把这个黄衣右边的袋口交到，后面就特别好打了。不动，不动还是组合啊。而且这里边这个五，其这个五跟四啊，尤其是这个四号球的位置，它对于后面的这个校位啊影响不是很大，而且没有一个很好的走位的那种过程和衔接位，可以先打，比如推弹起，然后五左下角就到。够不够打气啊，直接出来。如果不太够的话，就只能是最后做叫这个组合球。第十五局，赵汝亮胜，比分8-7。品牌始创于2002年，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种类众多，打感优越，威力，释放你的威力。第十六局，赵汝亮开球。
这一开啊，就看这球在台面上来回的滚动。我这一棍啊，只叫它灰飞烟灭。有时候其实你要想太多，它真不往里进。对，哎，你不想了，上来我就这一下。倒有球进，可能还进得多呢。哎，这任何事都得讲个平衡，你不控制，使命不太行，在更高的水平里面，你控制太多也不行。他会少了很多的这种爆点，会让你收很多东西，平衡。红三啊，平衡难啊！推七过来，嗯，能不能先调一个四？这个四也不留了啊。同时呢，可以打完四再把黄一打掉。太轻了，太轻啊！太轻没有调，那上方有五，二号的另外一侧啊，中带是没有的。下方底带，左边中带。包括这个上方的底带，这球够了，走一个两库，调过来了。这么大，就还是要上去再打二了，就二号前面并没有去叫。横向高杆推出来啊，二号最好调成一些向左的角度，用这个中低杆再横过来叫八。第十六局，赵伟亮胜，比分9-7，开局清台。谢谢。第十七局，孔威利开球。
左上，稍薄一点点，右上还可以打，没有问题。有角度自然可以叫九号的中带啊，也不需要你再下来继续跳地带，顺势向下。位置还是不能自然的向下，立杆尾勉强打左边中带，排球就停在开球线往上一点，这算一个右下的十。犯规，碰球了。这个时候应该是马上切换一画面，这您在短视频中老能刷到，一熊站起来啊，是吧？刷到我的短视频，然后我是个熊站起来。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说的挺好的，就是还是不许说了。比如说听那五个字，还是那五个字。哎呀，这球中带 K 的还有点难度。对，可以叫一个合适的角度在。在比赛当中啊。咱们之前说，你拿这个球杆前端啊先脚位置去扒了这个白球，瞄准的时候过长，皮头碰到白球，把镜头给到你衣服碰球，尤其是咱们在比赛当中这个马甲碰球是常见的，身下就这些比赛细节。一定得会比赛。平时打球，我们可能不太在意这些，在比赛当中，这都是隐患。多好的机会啊，真是挺可惜的，孔维利。但我相信就这一个细节，在后面的比赛孔维利会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
第十七局，赵汝亮胜，比分10-7。第十八局，赵汝亮开球。最后这九号受到了一颗球的助力啊。赵汝亮在自己的这个冲球胜赛局拿到球权。对，你还不可以，你还稍微提示了一下，虽然开始的时候在预告大家的时候是一个抢十一120分钟啊，但是一瞬间又好像回到了一个昨天抢十七的状态，感觉好像哎还差几盘啊，还没到赛点。这个模式是需要转换的，就跟这个球员一上去，女子球员哎对吧？对对对，忘了后衣，然后裁判员一上来，忘了这个年轻小将男子球员是一个14岁之下，需要跟这个女子球员平打，这个都需要你迅速的。尽快在短时间转换，有时候因为时间过久就容易会有一个盲区啊。一会儿我们是下午1点钟还有一场抢十一，下午4点半又该抢19了，对，咱们来回来去转换，对对对，所以这个看球的球迷也一样啊，你要稍微适应一下。有的时候我跟勇哥之前也有过这个，说了一天7场8场，哎，到最后有一个是女子球员的，我们就转不过来了，忘了后衣，对，忘了后衣这事儿，都会有，人之常情啊。我也很期待，就是在以后的某一个年间，能有一个这个女子组的分组的赛事出来啊。哎，对，咱也别说平打不平打啊，平打可以参加，那个就特别好了。就类似于说这个一些世界性的比赛里边，男子比赛里边允许你女子过来报名，但是是平打啊，提前告诉你。这种在以后的某一年出来，我觉得就特别好，让女子有女子的比赛。对对对。我们的比赛依然是双败淘汰，啊，落败的一方还有机会，啊。本场比赛结束，赵汝亮胜，比分11-7，开球清台，恭喜，谢谢。
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